嚟到黄大仙区啦，有一间甜品铺啦，以椰皇做主题，同埋咧虽然系做甜品，但系呢度个老板咧对每一样嘅食材咧都非常之讲究，就好似呢度嘅主打椰皇蛋白炖桃胶。咁个做法咧，炖咗啲蛋白同埋小丸子先，预先处理咗啲桃胶，再加入西米、椰汁同埋所有嘅材料喺个椰皇里边咧，咁就完成噶啦。至于另外一款主打南北杏海底椰炖雪梨，咁个做法咧，将雪梨去皮去心，连埋其他嘅材料，好似有南北杏、红枣、杞子、新鲜嘅海底椰，放入个盅里边咧，炖45分钟咧，咁先至完成噶。蛋白杏仁茶、黑糖芋圆仙草、红枣花胶鲜奶炖蛋。